想哈，对啊，无你姊妹都陪伊，无咯，啊，我小妹啊，伊会当讲是看到你啦。你嘴巴这大，你讲什么出来？啊，无你讲个牛草要照我，啊，但是做大嫁妆，啊，恁无真费气哦，啊，无伊会当表示讨厌的。啊，你讲啥人？是，刚听我讲，我今仔日有我来猜，啊，咱两个啊，伊，啊，李伟，啊，是个李大哥嘛。他就是我的外兄弟，啊，你上太好啊！我想要甲伊的兄弟，希望你多花点拢真正。我该问清楚的，贤弟，大哥啊，是袂到今朝要来借牛草啊？啊，伊两个查某囡仔拢看上眼，啊，大汉我是袂答应，又唔讲讲面面牛草，你老都是要做嫁妆面，一个一半哦。啊，若我下下面借一半，啊，佫一半都是在看你啊。我当明白啦，讲明听甲你清清楚，你还大哥。是该嫁无唔对，我才十几岁尔，也无想要遮尔早就出差，是讲安尼你伫咧讲啊？好啦，为着牛草，为着报厝冤仇，我当伊答应啊。不要紧，你年纪还小，咱先用心，会晓无？我明白，真感激你。你为小姐，我两面也答应的。真正啊，啊你想过好啊？虽然阮爹爹无踮在家中，阮恁大叔已经尊重阮姊妹啊。确实，人在是你娘亲不在，要讲我的娘，要讲我的母亲存在呀。要不我下回是聘请我不由来搞。你是东连，阿娘，红灯，来，快跟我娘聘请我不由，叫他。Thank you.